2013年，桃园台北镇用看到台湾压出纪录片《天堂狗尾事故》，带动民众来看到台湾有几强的韩国压的环境，而政府来成立国土保育小组。准批的3年，第四届海洋日亚日，及再过宣布，而用年班来去看到台湾日。亚拜为跨国来去对付去年的日本、中国大陆、纽西兰、马来西亚亚洲所在来看环境气候的情形。看到台湾对半天顶，无太一家看到台湾的16种环境议题，除了从国内创出2亿2000万的票房，每期今年月关销的教材，桃园前百年经过3年外的砍进了后，我高一百大片，我对历史、人文、环境、生态列度来看台湾同隔壁国家，同季风还有种流内统分不开的气候同环境影响。因为我一直不是用一种批判的方式啊。然后来讲述环境的议题，我希望下一部片子有更多的人，更多的台湾朋友可以了解我们自己台湾的今世跟前身跟未来。看见台湾的正式开机。系统进行的启动仪空中热量系统，透过各种视频影像的媒介来呈现人性的生命力。台北林讲，还是排韩国咸鱼海底，除了有真正的海底生态，未希望外界来重视海洋垃圾问题。有时候我们会责怪说啊，这些是海洋垃圾从外别的地方飘过来的。那你们知道我们的垃圾飘到哪里？飘到日本，飘到韩国去啊。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日益严重。我希望把真实的影像，然后透过我们的镜头，然后让大家了解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台北林讲，包含马来西亚中一代日林总总理来生产总理油，台湾黑白天一名的进口国，国含有中国面对买海开始开发60年列度，代表环境的议题无分国界。两片一股而四一亿来献，国比较前一步的模式公开目前，希望台资家强化来推手机投入资源，中国较快的国土本世界过一百看到台湾。看看新闻，陈彦霖、刘文辉台北报道。